大家好，我是阿天。那这一次异时城的这个 BOSS 呢，就是特殊效果后火跟暗后暴击率加78%。那这个影片呢，是我现在是已经过关了。那后面呢会看到我就是打后半段的这个记录。为什么我会这样切开来录呢？是因为说我前半段的记录呢我已经删掉了哈，因为我已经要放弃了。结果这一次 BOSS 呢，他蛮搞笑的哈，他要么就是在放 debuff 哈，要么就是帮自己加 buff。那如果说运气好的话呢，他可能有好几回合他都不打你哦。那我原本就是打失败哈，前半段打失败的时候呢，我已经想要这个重新录了，可是呢，我就一直按普攻，他就一直不打我，所以我就普攻到了14回合，然后这个 OD 也快累积满了，所以我就换到下一队去哦。那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敌人的话呢，就是弱点哈，全部都有。那所以说呢，我原本的想法是想说，第二队是火队哈，火队做一个收尾，然后呢，第一队的话，我想要试玩一下我的这个二阶堂三箱。哦，因为呢，他跟我很有缘，我竟然抽到了这个图二，所以我想说，图二的话呢，应该能力值也不会太差吧？哈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战术形态哈，对啊，该点的都已经点了，然后征服模组是这个样子，饰品的话就也没什么特别啦，哈，这个戒指也是加4啊，所以我就想说哈，我的这个目标哈，这第一队哈，只要破盾就好，然后我的这个冰忍者叠心意活性来打破坏率，那这个二阶堂三箱呢，因为这个暴击率就已经加70%了嘛，所以卓越马里的话呢，他就只上一次这个大招，那他的这个大招呢，其实也就只有第一次会加这个什么心眼跟这个暴击伤害值哦，所以就是卓越马里开一次，那有了心眼状态，那这样暴击率也叠满了，然后呢，再让这个大岛三眼里上一次这个飘然亢奋，那这样子我就有两个心眼了哈，因为这一次 BOSS 的话是全属性弱点哈，心眼是有效的，那这样子两个心眼之后呢，再加上二阶堂三箱，他自己开场的时候呢，打一个这个板杀，那这个是可以提升自己的这个技能攻击力，这样子呢就有两个技能攻击力，然后暴击伤害值也有了，暴击率也满了，还有两个心眼那最后面呢，再让这个瑞元兰娜随便上一个脆弱。那就这个样子哈，我们不开 OD 哈，因为 OD 本来就是想要留给这个第二队的，所以我想说这样子的话应该是可以打破盾吧。结果呢打下去之后呢才13、14万哦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想说哇，好才13、14万，才打大概1/3的那个 BOSS 的这个护盾，那我就想说这个影片就不录了。可是不录了之后呢，我又没有办法切出战斗，我就自暴自弃的一直普攻哦，结果没有死，反而就继续接下来录这个后半段哦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战斗的后半段吧。好，我刚打出去之后呢，自暴自弃，我就一直普攻哦，然后把这个忍者放在前面。结果呢，结果也没有让我忍者死掉，因为我想要重来，但是呢，这边没有办法切出去，所以还蛮搞笑的。因为其实这一场呢，我刚刚录影已经想要放弃了哈，所以之后既然已经怎么讲，让我打到就是说，BOSS 都没有要把我给结束掉的话呢，那我们就打到 OD3 给第二队去处理吧。好，那就整个乱打了哈，那就我看一下哈，有没有什么连段的攻击，好像也没有哎。好，我们就随便用一些这个连段的攻击哦，增加这个 OD 条。哎呀，好尴尬，我想说，我可能叠的不够哦，因为他那一招是那个 Overdrive 哦，那个伤害会增加这样子哦。我看一下哦，这样子谁的段数比较多啊？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哎。哦，一片冰心好像有4下哦，然后好就这样子。可以换人了吧？可以换人，可以换人。啊，换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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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在打什么东西呀？啊，但是可以知道说，这个 BOSS 的话，他真的是没有什么威胁性哦。因为我刚刚其实刚刚我那一声哎呀，然后后面我就整个乱打，就是一直普攻。可是呢，BOSS 都不打我，所以战斗就没有结束哦。我本来想说那个影片我就不录了。好，那但是呢，既然已经开到这个样子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吧。好，现在是回合数16哈，16的话呢，我们看一下哦，我们开火阵哈，这个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火阵哈，也没什么特别的，那我们就打一打吧哈，多累积一点这个SP 之后呢，用 OD3 一次解决，不知道可以一次解决哦，想想看哈，我还有4回合哈，好试试看哦，反正就是怎么讲。只要我们的这一个主攻手不要被上到那个 debuff 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躲起来哦。哎呀，这些 OD 都浪费了哈。
哇，你看，才刚说哈，马上上这个 debuff 哈，有没有？三回合内哈，不知道三回合的话，17、18、19，哦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记哦。好，但是没关系哦，哈，我们就哦多累积一点 SP 哦，然后 OD 三回合，最后一回合解决。啊，还是不攻击，他还是不攻击耶哈，真的是，这真的是对我们真的是超级好的。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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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，break 了哈，啊 break 了哦，没关系，哎，我们有这一个，这边哦，这个快感短跑哦，然后我们就顺便在这个时候呢开一开火阵哈、哦，把一些基本工作做一做，上心眼上心眼啊，六妹大腿太赞了。啊，我没有抽到火慧慧哦，东城师还是可以用的。啊，给你上 debuff 没关系哈、哦。好，又回到这边了哈、哦，又是仲春百合的回合，没有错哦。又是用仲春百合哈、哦，没有什么特色。好，我们就哦上 debuff 吧。啊、哦，这个样子哦哈、哦，火防御力，然后卧龙炎舞斩两下，然后还有什么无中生有哈、哦，隆中来。好，就这个样子喽。OK， 开 OD 喽。两次卧龙炎舞斩，两次降火防、哦、然后没有叠破坏力的、哦、没有叠破坏力的。先来个无中生有、哦、然后呢，一次、两次，哦，这个样子。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你晚一点、哦、你两个心眼、哦这个六妹是我歪到的、哦啊，我好像应该上一个那个暴击伤害值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上了。然后再来，哎，卧龙炎舞斩哈，啊，你叠了多少？好像也是该叠都叠了吧，对不对？来哟、哦，大灾难哈，这边的话呢，降火防两下哈，然后呢，降这个普通防两下，大灾难上啊！涂山的仲春百合，好过关了 ，OK， 好哦，这过的有点莫名其妙，好 OK， 哦，我其实是期待说我的第一回合呢，哈，因为我已经三箱抽到图二，就让他哈来一个帅气的破防哈，单下破防。结果呢？这个失败了哈，所以我反而想到这影片我就不录了哈，重新录一个。但是呢，这样子乱打还是过关了哈。那所以说我们就这样子随便哈，有过关有这个过关就好了。好啦，那这影片就到这个地方了，谢谢大家观看。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